换三十分钟，可以帮助你怎么样？排毒养生的红外线屋变小了，在家也能做能量 SPA。 看准后疫情的房市，高雄建材大展，吸引超过160家厂商展出，改善我们浴室生活，小型化110的电可以到处移动，体积不大，那可以做成我们的身体的一个疗养。台湾将在2026年迈入超高龄社会，预测的安全性超前部署，没有门槛的淋浴门，轮椅进出更方便，马桶两侧的扶手也能自由调整。它是靠马桶两边的这个夹具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弧度、大或小、宽度。坐轮椅的吼，伊家己会当起起落落，安尼上方便啊。解决我们的年纪大的老人，他在浴室里面的活动呢，不会滑倒。跌倒，造成这个人伤害。卫浴整体就是要防漏水以及降低浴室滑倒的风险。业者强调，改善浴室生活，友善全年龄层。记者曾。